所抽到的是第39首庚辰天瓶中待吉，诗文是：意中若问神仙路，劝而且退望高楼，宽心且守宽心座，必然遇得贵人福。这四句诗文的意思是，意中若问神仙路，内心很想要问说有没有像神仙一样可以早一点知道未来的发展。第二句，劝而且退望高楼，劝你暂且退后几步路，这样才能一睹整栋高楼的完整面貌。第三句，宽心且守宽心坐，建议您放宽心情先坐下来，安心的静守等候整件事情的自然发展。第四句，必然遇得贵人福，再等一下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贵人来协助与扶持。